就算是输了比赛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只要你真正努力过了，我敢保证，你妈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让我有钱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想要什么，就能有什么。我希望看到很多人掉眼泪。拿什么换我都愿意。谁来帮帮我？谁来帮帮我？